四月初，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应海外民运组织邀请，到访北美六个城市，出席六四二十周年悼念活动同大小论坛。欢迎司徒华。最后，就是保守的力量胜利了，他把学生运动民运镇压下去了。在哈佛大学这个论坛，华叔重申六四历史意义的时候，有内地学者批评他对六四的执着。有时间给你 ，OK， thank you。我想问问，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个时空里面，你说旧中国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中国是今天是在受日本侵略，还是受八国联军侵略，还是受美国侵略？你们这些人总是有一种悲切的、控诉的、怨恨的语气 narrative 来叙述历史，我觉得早就够了。总是停留在这个非常低级的控诉阶段，早就应该结束了。我们应该理性的思考，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适合现在中国？你参加过六四的事件？对，没错，我是六四。你看见过军队开枪吗？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你看见有人流血吗？在八九六四事件当中，香港人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爱国民主的大洗礼。七九年邓小平复出之后，我夫妇有些期望，因为由于经济上的转变，我认为经济上的转变必定会促进在政治上的改变，但是八九民运被镇压，是彻底粉碎了这种期望。一方面就是爱中国，不希望中国出现悲剧，希望中国亦都走向民主进步。准备开始今天的民主风筝的行动。我觉得爱国不是爱一个政党、爱一个领袖或者爱一个政权，是爱我们的同胞，爱我们的传统文化，爱我们的土地山河。虽然现在经济有了发展，但是不能够否认六四镇压是错的。正如你一个人以前杀了人，现在发了达，给你钱你使，你就可以认为他没有罪，说他没有杀过人呢？你看到同胞被血腥镇压，你完全无动于衷，我点算系爱国啊？纪念六四嘅活动一直进行落去。而喺回归之前，李鹏飞受惠信之托，同我讲要求解散支联会。譬如喺回归之前同埋回归之后嘅第一年，董建华都两次叫我唔好搞纪念六四。放低六四的包袱，希望一切顺利进行，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时间过了，香港人对于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得到机会人的成就，我会希望在这方面大家可以信赖香港人会作出一个客观的评价。我的意见就是代表香港人整体的意见，向他们的意见亦都是会影响我的意见。要求澄清，他怎麼可以代表我？他怎麼可以代表香港人？即我覺得這個是很反感，我完全反感。規程問題，有錯的。主席，八九民運之前，司徒華被中央委任做基本法起草委員，經常要往返內地。六四之後，他辭去草委職務，至此一直再冇踏足内地，回乡证亦都已经一早过期。而家华叔要了解国情，就只能靠阅读内地出版嘅刊物。最紧要仲系唔系我翻唔翻得，而系中国有所进步，呢个最紧要嘅。哦，佢俾回乡证，我咪可以翻啦。特别系假如平反咗六四，我咪可以翻啦。
刘千石是支联会创会成员之一。六四之后，他没有理会家人还在内地生活的顾虑，投入民运活动，协助逃亡的北京学生和民运人士。他当时估计自己未必可以再回去内地见家人。那年嘅四月翻去見咗一次嘅時候，佢都即係叫我唔好令咁擔心啊！即係阿媽都幾十歲啦，當時即係我自己唔知道可以點樣答佢，都係即係拍拍膊頭咁樣，即係跟住就發生即係發個文文啊六四啊咁樣，咁結果就即係。冇見過我媽十幾年。喺2000年，六四之後11年，劉千石終於獲准翻去廣州同屋企人見面。之後再等咗4年，終於獲發10年期效嘅回鄉卡，自由往返內地。邊個人想？即係自己親人都唔見得到㗎嘛，即係隔住河啫嘛。曾經同華叔一起高呼打倒鄧李陽，做過立法會泛民主派議員的劉千石，上屆立法會選舉失敗，逐漸淡出政治舞台。我八九六四即所做嘅任何嘢，我都覺得就係一個人喺一個嘅特定嘅時空、特定嘅環境、特定嘅地點裏邊做，我覺得人基本做嘅嘢咧。5年前，劉千石提出民主派同中央政府應該化解矛盾，佢認為追求民主同愛國兩者可以共存。不單係六四一個結啦，即係中央同民主派之間。是有一個很深的結在這裡，那既然結你是需要解的，一定是雙方，一方解一方掹實它的結都是實的，兩方掹實更加實，是雙方。那當然即我們現在期望即中央政府可以主動一點來鬆個結，那也都希望即另外一方面有好一點的回應。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昨日已經成功咁將第一筆款交到佢哋手啦。岑建芬係支聯會第一屆常委，當年佢親自將香港人支援民運嘅千幾萬捐款帶上北京。六四之後，佢參與過黃雀行動，協助民運人士逃離中國，一度被中央政府視為不受歡迎人物。5年前，他重新獲發回鄉卡，之後他在珠三角地區投資起連鎖式戲院，逗留內地的時間亦都越來越長。講翻六四嘅情況咧，20年同前同今日，如果你問我有咩感覺，我其實個冇乜唔同喎。咁唯一就係冇咁嘅環境，要我喺度揸住個麥。嗌啫！民主萬歲！民主萬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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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之後，大家仲有一種堅持。其實你哋大家諗下，有啲人話佢哋執着，我覺得佢哋係唔係執着啊？我哋今日對南京大屠殺都係有意見噶，都係上街噶。你咪為咗一樣啱嘅嘢嚟做啊！窄線嚇，即係固執咧係冇問題。第一次係1989年，我爸媽，我應該係當時5歲，咁就我爸媽係應該帶住我同我哥遊。20年前同今日，我諗梗係好唔同啦，即係
嗰時係100萬，即係香港人咁樣去做呢件事。樣觀埋一齊，咁有啲多啲朋友一齊做緊一件事，咁少我一個就拎唔到呢一件噶啦。朝我民主盟，朝我民主盟。一班80年代出世嘅後生仔女，佢哋喺網上號召同輩，用屬於呢一代嘅方式紀念六四。因為其實我哋講六四好尷尬，因為。如果你走出去行出去話俾人聽，我哋係對呢件事好關心，就咁講話我好關心，我好激動嘅話，其實係冇乜說服力嘅，因為你係邊個咧？你嗰陣時只不過有豆釘啫嘛。有一年六四咧，我爸媽直情突然間喺個保險箱拎咗一張報紙，係6月5號嘅燭光晚會之前咧就拎俾我睇，跟住就同我講話嗱依個俾你啦，依個係你將來嘅嫁妝咁，即係佢係。係好似你好似係講笑，但係其實又好沉重咁樣，好似交俾你啦咁樣。你喺度做咩？我喺度準備派呢個試卷。派咩試卷？就係呢個我哋整出嚟嘅六四試題。嗰個問題係趙子陽出席緊咩場合？天安門嗰度支持學生。深唔深啊？頭先問試卷啊？頭先嗰份咁深過嘅，因為課題裏面冇講啊嘛，係咯。你邊年出世啊？我89咯。其實咧，前輩做過嘅嘢都係好好嘅，即係譬如佢哋搞燭光晚會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即係咩放風箏啊嗰啲活動，其實都係。用他們的切入點來是做得最好的，我覺得就是那種悼念啊很哀傷的感覺，他們都是他們會處理得好一點。那我們為什麼都想做，就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這個年紀其實沒有太多的包袱的時候呢，我們首先會想得出這麼騎呢的手法呢，去吸引一些比我們更小的年輕人。上個月，呢班80後嘅年輕人舉辦咗一個藝術展，表達佢哋呢一代點睇六四。叫做一隻眼開一隻眼閉啊！右眼睇血路，你用左眼睇，你又見到其實係解放軍政治總部嗰段片。反問翻當年人哋喺呢個歲數嘅時候，人哋上街爭取緊啲乜嘢？即係人哋會走上街，真係去。去同講一個政權去講緊對抗緊，去覺得應該要點樣，即係嗰種係一種愛國。六四真係係一個嚴肅嘅事，但係其實當中有好多價值，或者係有好多嘢其實。是可以很青春而可以很活潑，即是一班學生去純粹很純粹地是因為一些政府或者社會上的一些他們覺得不妥當即是不公義的地方，他們只不過是踏出了一步來到講一些東西，這個是其實一個很單純的一個行動。你作為一個香港人或者點，其實不需要想到那麼大話，你改變中國什麼，只不過是你可能簡單到其實你香港知道啊，你其實爭取普選都已經是表示到你作為一個香港的年輕人怎樣去到想追求民主自由這件事，其實都已經是 有一個正面的作用了嘛。香港大学太古桥上面的六四标语，是张瑞辉1989年读大一的时候，同一班同学写六四横额留下的痕迹。
一方面其實真的很好憤慨，亦都真的很悲哀，對於政府的失望啦，亦都即係對於中國未來發展嗰、那個即係無奈，甚至即係究竟跟住嘅方向係點咧？其實當時大家心情好複雜，好難過。我哋中國共產黨領導啦，黨入邊嘅最高領導人胡耀邦。張瑞輝大學畢業之後成為中學老師。每年臨近六四，他都在課堂上跟學生討論這段他曾經親身經歷的歷史。現在我們都強調，就是我們不是要一個、就是、每一樣事物都抽離 的人，我們希望其實我們的學生其實對於社會事件也好，對於、就是、歷史事件都好，有一個自己的看法，有了看法之後他再接收不同的資訊或者接收不同的觀點的話，才令到他多一些反省，多一些批判。例如當學生對於六四他了解得深，甚至他多了看法，甚至對於學生那個遭遇多了同情，多了問點解，或者甚至中國其他一啲即係社會問題，例如話即係豆腐渣工程嗰啲咁樣，佢有多啲睇法，多啲即係執著嘅話，好自然佢就會對於中國發生嘅事咧關注多咗。唔可以話因為呢條片而引起我有更大嘅興趣去自己去繼續揾資料，同埋想揾下啊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咧？知道更多真相之後，其實係覺得心痛咯，即係唔係話呢個國家唔好啊咁樣。推動國家發展的可能以後就是靠我們班年輕人咯，知道更多國家一些不足的地方的時候呢，可以令到 我們反思回，在這個國家我們還有什麼地方需要進步呢？這樣即係唔會平反咧，係啊！對一啲做咗咁錯嘅嘢咧，而國家唔去承認嘅錯誤，同埋要平俾翻佢還原個面目嘅話，一日唔敢做咧，一日係令到有啲人對呢一個政權、對呢個國家咧係有保留啊嘛。即係如果去解決咗呢個結嘅話咧，我相信好多人好會舒暢好多，會大家可以即係會更加。即係積極啲嚟投入，即係成個嘅中國嗰個嘅前途。對於呢一班即係當時犧牲咗嘅學生或者北京嘅市民，我哋有冇一啲嘢能夠延續到佢哋未完嘅理想或者目標呢？搞手嚟講，其實我諗我哋個個都係嗰啲超級中意香港嗰啲人，縱使其實我哋成日鬧嘅好多嘢。我今年已經78歲啦，我唔係一定能夠睇到六四平反，但係我會堅持我自己呢個信念，一直做到我自己停止呼吸都係為止。跟住嚟揾嘅系《东张西望》。